口气，共军被呛后爆粗口回骂，还以颜色。连日围台军演，双方没有交火，反倒是空中口水战，炮火猛烈。大陆人都是奴隶，你们主动是马列主义是吗？好意思说炎黄子孙，你们根本是马列主义的走狗。不断呛大陆是奴隶，还说对方是马列主义，不用其他语言，就是要讲中文，针对性十足。所以你们信了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吗？中国人都是共产党的奴隶。你是中国所属呼吁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我有权在此活动，你无权干涉。共军重申领空主权，不过在这个敏感时机却出现这样的对话，也让人好奇，辱骂共军发话的人到底是谁？民众哈、非法持有器材去做了广播。那这一点的话几乎可以推翻掉，因为我们北中南都有录到，其实也有在世界各国工作的，只能研判说这有可能是在台海上空的民航机。专家补充，国军飞行员发布的驱离广播使用的语句都有 SOP， 不可能带有情绪性字眼，研判可能是我国籍的民航机机师飞行到附近空域，使用无线电发话和共军大吵一架，表达爱国态度。不过也有前空军副司令认为，就算爱国，这样的行为还是不妥，不可以做这些空中其他的用途，聊天谩骂，这样的话违反了这无线电通信纪律，那大家在空中在骂来骂去，以后万一发生飞行安全的事故，那谁来负责？专家补充，这段录音对话已经交由国防部辨识，民航局对此事件尚未做出回应，只是两岸军事紧张，嘴皮上的战争倒是打得激烈。 TVBS 黄国军、罗维新综合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，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